我想这个是无中生有，那用这种低级恶劣的表演来进行修补，超过我觉得非常的过分。商圈电视券在国庆的假期里面那一下大家就讲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后续我们会再继续加码请大家拭目以待。那另外在百货的业绩的部分在这几天也都消费的人口非常多，那我们包装券的发放也非常的热烈。那餐厅也是一样都超乎我们的一个预期所以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希望能够在后续的不管是在加码也好，或是让我们的这个店能够更加的普及那受惠的行业也能够增多。受到机会的预算在今年的营运上比去年再增加8%，那在额外加码运动发展营运的预算都是希望说运动不仅是能够社区化，那另外一方面在选手培训能够专业化，落实在像小港医院政修科大的运动科学领域的这个协助运动选手在运动赛事的一个加油，都希望上高雄能够在未来的不管是国跑或者是运动风气的一个培养，都能够在加把力道希望都能够让我们高雄市的运动的风气都能够更提升大家都好的运动的习惯，那也能够在运动的设施更多运动运进。